到刘诗诗真的是一位很女神风范的艺人，不仅是动人的长相，还有很棒的演技，真的是让人们喜欢的，一直被大家称为是女神级别的。而且嫁给吴奇隆真的是很幸福了吧？近日，刘诗诗一身很是清新的时装现身街头，比较是让网友们喜欢的一种清新到很清纯的感觉。可以看到，今天的刘诗诗以白色为主，头戴小白帽子。 眼镜的搭配，简单的妆容，还有一件白色的短 T， 很是符合刘诗诗的气质。那低头的动作很是迷人，尤其是这样的一幅景象，很是让人们喜欢的，而且是比较让网友们欣赏的。在看到下面一张的时候，一条补丁裙真的是蛮厉害了，看上去很是像补丁裙的样子，其实并不是，只不过是各种浅颜色的东西拼接在一起了。 不过并不会觉得俗气，反而是很好看的。看到今天的这一身时装，大家知道刘诗诗的年龄吗？今年已经是31岁了，还有这么好的皮肤身材，看来保养很是重要的。看到这一张的时候，这黑白的颜色很是显眼，一种很自然的笑容，在街头上一股清新释放心情的感觉。看完刘诗诗的这一身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